你先，彰化市关圣帝君啊，吼，关帝庙啊，咱文昌君非常灵性吼，咱每一个考生啊，要考试，拢会在遮甲文昌帝君参拜，恳求文昌帝君赐福大家啊，金榜题名。我想彰化市咱这边大学考试啊，吼，有16个囡仔拢会当金榜题名，我拢相信这是啊文昌帝君的灵性。当然拜神明就是要求到。啊，心平气和，就是要让心会当静落。当你心会当静落，你参加考试，你才袂脑筋一片空白。如果你太紧张的话，那当然考试的时候就啊脑筋会一片空白，啊应答的时候就会啊做不出答案来。所以我想啊，咱彰化啊有这个关帝庙文昌帝君，欢迎所有的考生啊来要考试。拢会当来遮拜咱的关，文昌帝君，保庇大家拢会当金榜题名。张一中带领我们学校的桌球队来彰化的彰义关圣庙、关帝庙参拜，主要是为了我们下个礼拜啊要去全中运，希望有好的成绩。而且我们的学生这个。接下来就会面临到要大考跟会考，也希望他们有好的成绩。妈妈和你来了。